好，这样就完成了。今日的甜点棉花糖布朗尼佐可可酱，相信大家都已经学会了。那现在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备料以及步骤。首先，我们来准备一些棉花糖，到了品尝的时间了。现在我们依照个人喜好淋上刚刚调好的可可酱，适量就好咯。 我第一次搞这种棒的，我马上，所以他都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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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们看一点，这是第一条。我对你这体重的防护没有。不是嘛？你这样子的外形，在我们这边真的可以不太好。可能会稍微比较是、啊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就是会不会可能讲求就是。你也知道，就是比较表面上比较干净一点的。这样会给客人不好感。太好，对外太适合我们这工作，真的。Thank you.